金属不好，所以有灾难要发生。嗯，灾难起啊，饥馑呐，瘟疫呀、啊，这都是灾难。117，居民呢多极易，那个国家人呢心术不好，啊，疾病很多。118，居民好，国家的兴盛丰盛。119，君无道，国灾乱，负责人没有道德，那国家会发生变乱的。120，君修德，灾乱灭。就是你经常的做善事，这个国家经常的有善业发生，所有灾难性啊就渐渐就免了。121，君行乐，国将破。这个国家不得难定，叫亡国之患。122，君修善，国欢利。这是问的国家，你要去问打卦象，去都去不得的意思啊。因为我们要旅游啊，旅游游行啊，啊，你先问一问。123，官所避得得度难，你要想避难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告诉你了，可以去，能够躲避灾难。124，所避不脱难，你想脱灾难到那儿去了，脱不了。这个灾难包很多，你在这个地方感觉住着不愉快了，嗯，修道也不得成，嗯，这有天灾了，嗯，还有人祸了，嗯，那你感觉心里不难，你打卦问一下，嗯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你要修道啊，得找一个处所能够善良的，嗯，像我们以前住山呐、啊，住洞啊。一个人住到这方圆都没有人，你在洞里住着难宁不难宁啊？你打卦问一问吧，告诉你很好，那你就可以在那儿修道了。125，所住处纵难稳啊，谁在那儿住都很难稳的，没事情。126，所住处有障难。127，所依坐。所依聚众不难，大家都不能难心。嗯，128，闲静处无住难，虽然很清静，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干扰，啊、哦，什么难缘都没有。129，观怪异无损害，有时个虽然感觉很奇怪。很怪异，这个地方住着对你没什么伤害。嗯，这个有这些事情，可能一般的呀，大家或者你想买个新房子啊，或者在这住着，经常心里不难呐、啊，或者左右邻舍的干扰啊，或者你自己呀、啊，家庭不难呐、啊，你问问地藏菩萨就可以了。说又搬又搬不了，过轮相又不好。怎么办呢？那你拜拜占察忏吧，拜拜他转变了，啊，也可以不搬，那是求护法神加持，地藏菩萨加持的意思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什么事情有怀疑，才问呢，就是地藏占察善的轮就帮着我们怀疑，对，但是这个占察呢，主要对你修道得定得慧。怎么样才能得到，是对这个帮助的。那福带着对世间上一般的善啊与恶呀、啊、好啊与坏呀、啊、这是普利的意思的，这是兼带的，不是主要的。占察善恶业不净的占察的目的，主要是你求定或者求慧，怎么样能进入。说你修道得有个处所呀，不管大众也好，你自己单住也好，那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占察呢，就告诉你，你修道能够成就。如果你在这个不能成就地方去做，不但不能成就，很容易使你
这个信心呢退，还有你在这住地方经常有怪异现象，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经过，因为在山里头住啊，这种现象经常有，131有那个精灵的骚扰啊，一般的山里的精灵很多，说你住静的时候，你想修行时候，他们来招摇你，招摇你是你不难啊。例如我以前在上峰山住那龙虎峪，那是小地名嘛，他那本来有个藏经楼，有一部大藏经可以阅藏的，那大概是住的那个地方都是一个人，没有两个人的，对。但你住着夜间时候，好到12点，那所有的藏经那个柜子里叮叮哐哐响啊。他后来我们那老和尚，我那庙老和尚跟我讲，他说有些鬼神来阅藏的，你跟他说一声就好了。我就那他嘱咐说，我说你不要干扰我，你们干扰我呀，我就签你们单，不许你们来看。那他以后就没有了。其实在那儿我也没住场啊，我也离开了。你这类事情经常有，对。卦象是告诉发生你住地方，这个都是帮助修道的人。你感觉这心里不难了，你问问地藏菩萨吧，这叫治内障，自己的心里头啊烦恼啊，你修道起了行障缘。还有外来的障缘，这都是为修行人准，地藏菩萨告诉都为修行人的。那么在家道友也可以用，那这给人家也可以用，这普利嘛，普利嘛，132，观所梦无损害。我们经常大家都做梦啊，梦见有好梦也有坏梦，做完梦来打卦。打卦说梦见所梦中所见的现象，说对你没什么伤害，没什么关系。132，观所梦有损害。这个梦预先告诉你，你灾难要来了。假使说你打到轮相，告诉你所梦有损害，很简单，你就拜拜地藏菩萨就消了。这种的灾难很容易消的。这个是完全讲梦的啊，多说几句。有些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梦，梦有几种，一种事先，这个还没来呢，事先告诉你，又有什么境界快来了；还有一种已经过去了，这个梦啊，梦你过去的事儿，你梦的时候啊，就感觉我那个事儿做错了，不该那么做。这个经常有的，那你打着这个轮的时候，你就求地藏菩萨给你转化一下子啊。还有在我们修行时候，心里头突然间不难，发烦，起烦恼，有问题，或者是好事儿。